Welcome back to EmRatThich channel, the best place to learn table tennis. The video has the subtitle. Please turn on captioning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.马龙队在国内外的大小赛事当中，这是第三次。老王，这就看林高远他切发呀，面对龙队的这种过手发球的时候，又变了，变发球了。 接住，拧中路连续两次，龙队从林高远的起名高远，另一方面可能拧这种反手位底线呀，可能是高远的他的这种最初的一个选择。 劈长，劈长斜线，因为底线两个，然后呢正手位，大度一个，中路。 因为这个时候高远可能也会去想，如果节奏稍微慢一点的拉过去的话，可能龙队就反拉了。回摆，想拉台内进网抢攻两个。 再连续回摆，拧中路，还是从高远的中路底线突破，然后自己积极盯住中间，来，拧斜线。 进网的抢攻得分，牛鞭发球了。 中间短，再回摆，能对拧一摆。完了。哦。老七。反手八分。 中路，先算到了，写个中间短，劈长，做中路，先拔起来，然后撕斜线，配合这种正手。 反手顶去之后，然后配合正手衔接，然后再配合正手的反拉直线。Two five.
那在这段时间呢，那对于龙队来讲，龙拧拉的质量，是龙队的发球的这种落点呀、啊，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。转过短 ，four six， 稍微慢一点点。高远，有机会出现的时候呢，能会抢攻。eight five。那这个球又晃住了高远。six nine。穿直线，回摆上手短，进网的抢攻。开局建立了一个比较大的优势。然后连续撕一把。想锁住直线，最后从林高远的反手的直线获得了突破。积极主动去抓这种抢攻了。侧切，也给了高远呢去穿这种正手位空档的机会。机会，高远呢就是在这种出手上啊，那么。板与板之间的这种衔接的比较紧密一些。中间短，来回摆正手短，发挥包括几个球的处理呢，还是不太满意的。正手位的小三角。连续的是斜线，龙队的锁高远的一个连续的失误出现。你过来。来。这球的看要拧起来，接住，但是拔起来，连续三板都，先挑形成相持，这球高远先发动，哇！连续回摆中间，锁直线，短。那两个球的这种落点变化还是比较明显。回摆中间，翻出台，直线。挡一板，有时候往前推一板，那种节奏变化很容易给高远呢制造一些威胁，然后破坏节奏。
切住，挂直线，再回摆，缩正手背斜线，给高原主动抢，中间拧起来，拧起来呢。正手短劈长，积极围住正手背的斜线，连续拉，劈长侧切，11-7，没有晃到高远。主动劈长，先并住，用刺斜线，拧拉，反中锁直线，又刺出大角度，先支住位，从中间偏正手位底线突破，先积极围住，去抓强攻，打得相对稳健一些。哎，控制。哎，这段时间呢，就让高远主动出，然后等中强攻机会，还是把底线要看好。因为高远虽然呢，那质量不是很高，但是球呢顶住了龙队。拉住。锁中间，赶紧从中间突破，然后呢，等一个正手位。但龙队这球提前的预判到位，回摆，小三角，回摆，打斜线。回摆小三角，高远再回摆，11-8。